趁着大家都在，我有个事儿，今天也一并说了算了。我要跟伊彤离婚。省得之后再告诉你们，麻烦死了。我今天一并说了。当初我妹是为了你，连大学都不上了。我不离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你看你们家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一大堆，我真的跟你们家过不下。我说了，我不离。杨队一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是吗？你想跟我离婚，就是因为你得了癌症。你不想拖累我，对吧？但是我肯定不会跟你离婚的。我估计是不行了。谁说我不行了？哎呀，哎呀，我，哎呀妈呀，哇，这人咋飞了？这保镖更多了。啊，妈呀，这人这么多。哇，人都好。小心。行了，没什么可说的了，为什么？你们可知道，这家电视台，我刚才已经买了是吗？不敢说了。